宝岛手偷偷单元，今天要带您去看看台南小吃鳝鱼意面在地的手语笔法是什么。鳝鱼意面旧手语是比鱼鳃加上面，新的手语是抓鳝鱼滑溜的样子在里面。鳝鱼面或是抓鳝鱼再加上面，这就是鳝鱼意面的两个笔法了。鳝鱼意面南部有两个笔法，其实北部看到的笔法也差不多，比抓鳝鱼滑溜的样子加上面，所以手语不一定要有明显的南北区分，意思表达出来看懂就可以了。